尊敬的诸位长辈啊，诸位学长，大家下午好。<laughs> 好，我们进入啊这个京剧啊，务本的第一160句啊，一百六十句啊，孔子说到了啊啊，刚好是哀公的请教啊啊，孔子说到治理天下国家。 啊，有九个经常不变的纲领啊，其实不变的纲领啊，也是不变的为政的真理了、啊。第一个曰修身也啊，就修养己身，修正己身。大学里有一句话讲：“治天子以至于庶人，一是皆以修身为本。” 那修身是根本哦，其他的八条都是以它为根本，才有可能发展哦。好，我们看到第二个，尊贤也，啊，尊重贤人。假如他有嫉妒心，他怎么尊重？啊，他恭敬心就提不起来了。啊，假如他有傲慢心。 那他也留不住这个贤德的人呢，啊！假如他有欲望，他要谋他的私利，不是真的为老百姓着想，那道不同，不相为谋啊！那这个贤人也留不住啊！好，我们看开国的帝王天子，啊，像商汤、赶伊尹，啊，文王。 感姜太公，那都是爱民之心啊，才能感得这些贤人。哦，好，所以德不广不能使人来，量不红不能使人安呢、啊。好、哦，第三敬大臣也啊，礼敬啊这些大臣啊，其实大臣呢、啊、所承担的责任、辛劳啊是最多的。 有德之君呢、啊，常常感念这些大臣的贡献，哦，所以都非常尊重他们，体群臣也，啊，体恤众臣子，啊，因为一个朝廷要治理整个国家天下，哦，那这个八部啊、九卿啊这些，哦，都有很多重要的职位，哦。 那还有很多的基层的这些官员、行政人员啊，才能让整个国家啊井然有序啊。哦，所以体恤所有的群臣，接着子树人也，就爱民如子，来百公也啊，照顾好老百姓的生活，那得要各行各业啊招揽来。 各行各业的啊，这些工人、工匠啊，那百业可以兴旺。那当然也要尊重各个行业啊。我们可以感觉古代啊啊，对每一个行业他的劳动付出啊，都是给予尊重、感谢的。哦，那当然，这个上位者。 他常常表彰各个行业这些杰出的人、有贡献的人，啊，都能让各个行业啊都被鼓舞啊，被带动，啊，柔远人也，啊，抚慰远方的人民，啊，善待远方的人民，啊，最后呢是怀诸侯也，啊，安抚各地的诸侯国。 因为古代啊，像夏商周的时候，啊啊，像以周朝来讲，啊，武文王呢是百里，啊，而凝聚了天下，啊，汤王是七十里而望天下，这个望是指啊，是天下的榜样，啊，天下都向他学习学习呀。 啊，其实他所治理的范围啊，啊，天子所治理的范围并不不算是很大，啊，所谓八百诸侯，啊，这是春秋的时候的一个局面，啊，那周天子所治理的地方啊，是天下诸侯归心的地方，都尊他为天子，哦，那这些诸侯啊，他们都能。 啊，这个天子啊，都能安抚啊，都当然最重要的啊，做榜样给他看啊，在他有危难的时候呢，啊，尽力去照顾啊，支持他们。啊、接着具体啊，谈到了啊，假如这九个纲领呢，真的去做啊，会得到什么好的结果？哦、啊，修身。 则而道立啊，修正己身呢？那正可以啊，树立自己的品德啊，自己的道德啊，可以立得住啊，不受啊境界的诱惑了。我们刚刚讲的，你经不起诱惑啊，可能一生的功业就毁掉了啊。所以，这个修正己身，这是要真功夫才可以。 在修身方面呢，啊，在楚国有一个记载啊，啊，就是楚国有一个隐士啊，叫张和啊。啊，有一天呢，楚庄王啊问张和啊，治国应该如何治啊？我们把这一段先打出来给大家看一下。 楚庄王问张何曰：“啊，治国奈何？啊，应该如何啊来治理国家呢？”啊，张何对曰：“何明于自身而不明治国也？哎，怎么会明白了啊修正己身，却不知道怎么治国呢？”那庄王听了就急了。 啊！楚庄王曰：“寡人得奉宗庙社稷，愿学所以守之。啊！我继承了这个整个啊宗庙，还有整个国家啊。那我得守好我的宗庙啊，我得治好我的国家啊，我得要赶紧学这些本事啊！” 所以愿学，所以守之啊！当然，庄王也是很有责任啊。那他是比较想说，是不是有什么好的一些方法来守？那张合对曰：“啊，张合进一步啊，对楚王讲了：‘臣未闻，臣未尝闻生治而国乱者也。’” 啊、臣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修养很好啊，而国国君修养很好，却国家动乱，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案子啊。又未尝闻身乱而国治者也，也没有听过这个君王啊纵欲淫乱啊，这个是。 修养很差，然后他的国家却治理得很好，也没有听过这样的例子。啊，固本在身啊，治理国家的根本呢，在修身。不敢对以墨。啊，就是一定要把大根大本的道理啊，告诉君王啊，不能呢用知墨的这些学问呢来告诉君王。 啊，我们很冷静来看啊，现在很多谈这个管理的道理啊，他用的技巧、用的术很多，道术很多，但是、啊、那个根本修心啊、修养己身的态度啊都没有很强调，所以就到最后都变成玩弄一些权术的东西了。 啊、哦，你看《易经》，它也是修养己身呢、啊。那可能没有掌握这个修身为本呢、啊。你学着学着，啊、哦，好像都用这些东西，好像是在啊谋自己的福利啦、福报啦。哦，这就用到好像谋自己的名利上面去了啊，就很可惜了。啊，这个楚王。 听了之后也很感佩啊！啊、哦，楚王曰：“善，哎，说的很好，啊，抓到这个根本了。一个领导者啊，能时时抓到这个根本呢，真的不容易啊。哦、那抓到这个根本呢，他就不依靠人，也不指责任何人了。那真的可以像汤王一样说。” 万方有罪，罪在正宫哦。因为它是根本嘛。好，战国时候魏文侯啊，他有一天对他的臣子孤卷子说道：“啊，说父亲很贤德啊，可以依靠吗？”啊，孤卷子说：“不足以依靠。” 接着文侯又说：“那儿子很贤德啊，可以依靠吗？”啊、哦，顾坚子说：“不可以依靠，靠不住。哦”啊，那哥哥很贤德，可不可以依靠？啊，不可以依靠。那弟弟很贤德，可不可以依靠？不可以依靠。啊、哦，那臣子很贤德，可不可以依靠？ 不可以依靠，啊，这个魏文侯问的有点火了，哦，我问你这么多，你都说不可以依靠，啊啊，不然要怎么样才能够治国、哦？结果，哎、啊，顾娟子的回答很有味道，啊，说望人者不治，是人者不久，啊，君欲治啊，从生死。 人何可似乎？当然，这孤卷子啊，首先呢、啊，先分析给魏文侯听。 说道：“最贤德的父亲啊，哪有超过尧帝的呢？啊，可是他的儿子丹朱并没有成才啊！啊，当儿子的哪有贤过大顺的呢？可是他的父亲没有智慧啊！啊，哥哥好的哪有超过大顺的呢？可是他的弟弟像很傲慢呢、啊，他不听的时候，他还是。” 提升不了啊！啊，当弟弟的哪有超过周公的德行的呢？但是管叔还是叛乱呢！啊，当臣子的哪有比商汤跟周文王贤德的呢？当时候商纣王很过分呐、啊，商汤推荐伊尹给他。 辅佐他推荐了九次啊，他根本就不甩啊！一这个商汤是做臣子都到极处了，最后没办法了，老百姓已经没有办法活了，才忏悔自己啊，吊民伐罪啊，哦，才才把这个夏桀呀。 推翻掉，而且推翻之后啊，还画了一个地方让夏桀去生活啊，没有伤害夏桀。结果那个夏桀啊、哦，走在路上啊，也是输给他了。夏桀说：“早知道我就把商汤给杀了。”他已经失败到这种程度了，他还没有反省啊！哦。 但可以看出商汤的圣德，他当臣子是当到极处了。可是夏桀没有反省的心，没有尊贤的心，那还是亡国了。啊，那文文王也是啊，三分天下有其二啊，全天下三分之二的诸侯都归附在文王的底下了，他还是侍奉。 商纣王呢、啊？那么恭敬啊，但他还纣王还是暴虐啊，还是没有珍惜这么好的臣子去提升自己啊，改过自新啊，哦，哦，所以分析到这里啊，文侯也觉得嗯，讲的很有道理，全部都是历史的铁证啊，啊、哦，所以诸位学长，我们都要多装一些历史。 啊，随时跟人家讲一个 key point 的时候，啊，一个重要观念的时候，马上，哎，这个历史的铁证就出来了。好、啊，所以劝告魏文侯，啊，望人者不治，你要寄望别人哦，是很难达到目标，很难长久啊，靠不住的。是人者不久，你一直要依赖别人哦，不能长久。其实坦白讲啊。 成就道业，就是要修这颗心呢、啊。我们在依靠人的时候，心念已经起了什么？贪着了嘛？心念都在依赖贪着当中，怎么可能会有大幅的提升呢？所以大家冷静去看啊，一个人成长最多的时候啊，就是他扛责任没人靠的时候。 硬着头皮也得干，哦，结果当哎事业也做的啊有点成气候了，反而那个时候啊就开始享受了啦，哦或者觉得啊很多事都是应该的了啦，他就开始退步了，啊、哦、这一点我的体会很深，啊想当年。 啊，九年前我到海口去的时候，天不怕，地不怕，脑子里没起一个怕字，也没起一个求字，人家求什么没有？哎，那去了，哎，能做什么，尽力去做什么，啊，哎，现在反而九年之后啊，好像感觉没有当时候的豪情壮志，哎，大家要注意啊。 一增一切增，一忘一切忘，一退一切退呀！啊，我这个豪情没有了，这个愿力可能已经退步了。哦，哎呀，当时候九年前，每一个人来，啊，我们都非常珍惜这个缘分呢、啊。啊，那现在那种珍惜啊，我记得当时候在海口啊，我们一起学习的朋友最常讲的。 几句话，啊，哎，跟每一个大众接触，都当做最后一次的心境呢，啊，去招呼啊，去把圣教介绍给他。啊，哎，我现在还有吗？哦，老天爷，哎，在敲醒我啊，让我反思反思。 得到这么多的照顾了，还退成这样啊！啊，今天回去要好好思过了。哦，你包含啊，我们那时候最常讲的，责任的承担是成长的开始。哦，要勇于去承担。哦，刚刚上一节课也跟大家讲啊，最近起念头啊，可不可以让我？ Take a rest，休息一下。你看起这个念头，那九年前根本一往无前呢、啊。哦，所以米不有出，显克有终啊。现在觉得自己常讲的话呢，首先得要回来要求自己啊，很重要了啊，不然还得继续骗人呢，就很惭愧了。好、哦，好。 哦，所以其实，在依赖当中啊，人很难有担当，啊，没有担当啊，就很难有提升。好，君欲治啊，从身始。你欲让国家大治，一定要从你自己的修身做起。人何可似乎？怎么可以啊？去依赖谁？ 啊，才能够让国家大治。啊，你自己不从修身开始，其实再好的缘也能很难长久。啊，就像我们当时候讲的，修身是其他八个纲目的根本。啊，所有亡国之君，难道他身边没有圣贤之臣吗？都有啊。商纣王啊，商有三人人呐、啊。 孔子都讲了，啊，比干、箕子、微子，这都是圣人。可是纣王都不听他们的话，就帮不上忙，啊，所以人何可似乎啊？一定要从身修身开始，好，所以修身则道立，啊，树立的品德了；尊贤则不惑，啊，这真正尊重贤德了。 这样子呢，就能接受这些贤人的劝告呢，就不会再受令臣、奸臣的迷惑，而做错很多重大的国家决策了。哦，而且啊，方以类聚啊，物以群分。只要让一个非常贤德的人来了，这些奸臣呢，他知道啊、哦。 没有他的私利可以谋了，啊，他夹着尾巴就走了。这个例子很多，啊，我们看明朝的时候，啊，很多这个贪官知道，啊，这个海瑞是清官了，啊，海瑞要到那个地方去上任了，他们就赶紧先走了，知道没得混了，没得欺负百姓了。 所以在《论语》当中说：“举直错诸枉。”你举一个正直的人、有德之人，啊，哎，这些奸臣会走，啊，甚至于是整个朝廷的大臣的正气啊，都会被他带动起来，啊，我们看朝廷里面有范仲淹呢，那是差多了，啊，用了一个范仲淹，所有的。 有志于利益国家的人，都会被感召来，哦，所以小人自然远离呀，啊，有德之人自然感召了，啊，所以这个尊贤则不惑啊，我们可以了解到，任何一个朝代要兴盛，都首先一定做尊贤的动作，啊，夏商周都是一样。 啊，也包含汉朝，啊，汉高祖没有李煜、张良，没有几李煜、韩信、萧何，他的整个政权呢，不可能能够稳固下来的。啊，唐朝唐太宗没有李煜、魏征，啊，房玄龄这些大臣，那也不可能成就他的贞观之治。啊，后面还会有专门探讨这个尊贤的句子。接着，亲亲则有诸富昆帝。 不愿啊，亲爱自己的亲族啊，则啊这些伯伯、叔叔啊兄弟啊这些宗族的亲人呢、啊，受到恩泽啊，自然不会有怨怨言啊，不会有嫌隙。而且天子自己的家和了，就是天下的榜样，天下人都效法了。 天子的家都不和，那老百姓对他就没有信心了。哦，他的太太得要母仪天下，做天下女人的榜样啊！哦，而且呢，啊，在古代啊，天子啊，他一个政权呢、啊。 啊，有很多是需要他整个家族的人来共同来经营啊，来守好啊自己的政权，守好自己的宗庙啊。他的家假如乱了，那这个守不住了。敬大臣则不炫啊，礼敬大臣呢、啊，在礼敬当中呢，啊、能够以礼相待啊，然后能够和和啊。 取得共识，这样朝政呢就不会迷乱颠倒，而且这个取得共识啊很重要呢。啊，这个天子领导者啊，他要接受劝谏啊，他要广纳雅言，让大家充分的集思广益。啊，假如这个大臣才建议几句话。 马上都被天子给否定掉了，啊，慢慢人家就不敢讲话了，啊，一些客观的情况都没有反应，那就搞不清楚状况了。就定，敬大臣则不炫呢，啊，你不广纳雅言，那很多情况搞不清楚，自己又武断去做决定，啊，就麻烦了。啊，体群臣则视之暴礼重，啊，体训重臣呢。 众臣必感怀他的恩德，而尽力啊报效国家。我们看到啊，在中国啊大陆啊，我们的总理啊啊温家宝先生啊，他们过年啊，甚至除夕夜啊，去跟各行各业一起过年。 啊，有时候还到这个下水沟去啊，慰问这些工人。哦，那这些工人呢，他为整个社会默默在付出。啊、哦，国家领导人都能看到他们的辛劳啊，他们的内心是非常温暖、非常感动。啊、哦，所以体群臣呢，则视之暴力重。啊、哦，你体恤啊，所有付出的人。 他们感怀之心啊，啊，愿意啊，跟着领导人为国家而奋斗，哦，啊，包含这些基层领导者啊，他们也为国家做了很多事情，啊，这领导者都能放在心上，常常给予肯定，给予慰问，啊，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啊，啊，这读书人啊，你能理解他。 为国家这一份心，肯定他的付出，啊，他很感动啊，啊，进一步啊，啊，效忠领导，效忠国家。子庶民，则百姓劝；啊，爱民如子啊，则百姓受到鼓舞啊，而互相劝善。啊，大家想一想啊，啊，像。 啊，在我们大陆，胡主席、温总理啊，他们过年前后啊，慰问老百姓，慰问各行各业，关心他们的需要。大家想一想啊，这个各行各业跟老百姓啊，这一辈子会忘了这些情境吗？不会呀、啊，遇到人就怎么样，我就赶紧说了，啊，他听到的人都感动。 啊，我们的领导者很有爱心，体恤我们啊。包含很多地震发生了、啊，啊、哦，这些国家领导者都最快的速度呢，赶到现场啊，整合整个资源呢、啊，啊，来以最快的速度啊，来救灾。哦，啊，就像呃、哎、古圣先王。 啊，我们看尧帝啊，这一段可以翻到啊一百一十页啊。我们难看“子庶民，则百姓劝”呢，在这一段话当中啊，就展现出来啊，两百四十三句。尧存心于天下，这个我们复习一下啊，我们在上古文的时候好像跟大家交流过。 时时把天下老百姓啊放在心上，加至于穷民，对穷苦的人家更加关心。而他关心穷苦的人呢，也给富人做了很好的榜样。啊，痛百姓之离罪，伤痛百姓啊，遭受到很多的这些灾祸了。啊，忧众生之不遂，担心他们不能很好的生活下去。 有一名一个老百姓饥饿了，他就会说啊，啊，是我让他饥饿的，啊，可能是有旱灾，啊，粮食短缺，啊，他反省自己的德行不够啊，才会造成这个结果。有一名寒，则曰：此我寒之也。有一个人受寒呢，啊，就说呢是我让他受寒的。啊，有一个老百姓犯罪。 有一名有罪，则曰：“皆我现之也。”啊，是我没有好好教导他。哦，所以处处反省是自己不对呀、啊。这一颗心是至诚的心，就感通了、啊。所以仁昭而义立啊，他的人德仁慈非常彰显啊，那带动整个社会的道义的树立。 啊，所以当时候啊，尧帝的百姓啊，都以此不如尧舜的德行啊，来要求自己哦。这很可贵，确实是人昭而义立，德薄而化广，啊，道德广博啊，但感化了广大的群众，故不赏而明劝，不需要奖赏了、啊，人民就会互相的规劝勉励了。 则示之，呃，子数民，则百姓劝。啊，不罚而明治，啊，不用用刑法就能把老百姓治理得很好，因为老百姓重德行了，那就不用法律来管他了。啊，在他们那个时代啊，怎么处罚呢？啊，自己画一个圈，然后站在里面呢，处罚自己，不要出来，他们就觉得很羞耻了。 先恕而后教，是尧道也。先宽恕他们，先体恤他们，啊，然后反省自己，啊，是我还没教他们，不能怪他们。啊，后教就是宽恕了，然后教育他们，这就是尧治理天下的精神啊方法。而事实上，这一句啊，对于现在从政。 是非常重要的提醒啊，也是啊，这个古圣先王给政治界做出最好的榜样。哇，现在很多国家政治腐败，底下的人啊，贪污的很多，要怪他们，要罚他们，要判他们死刑，解决得了问题吗？导致以政。 其之以刑，明免而无耻。啊，其实每一个犯罪的官员，有没有哪一个人不知道犯罪是错的？可是他为什么还做？他没有羞耻心吗？他铤而走险吗？啊，所以导之以德，齐之以礼。你要用德行、用教育来导正他，都没有教他、罚他，那就变苛刻了。 暴虐了，好，所以现在全世界这个问题啊，得要最高领导者带头来学啊，西方学宗教经典的教育啊，因为西方的社会环境啊，它是政教合一啊，几千年。哦，所以因为人不接受宗教的教育啊，人心就坏了，这是。 根本问题，哦，那领导者带头来学，来教底下的人啊。东方恢复圣贤的教育啊，领导者带头来学啊。以前他犯的错，包容他，宽恕他啊。教了以后还犯错，再处罚他啊。那天下人都服了，好，好啊。子树明啊，则百姓劝。 接着呢，来百工则财用足，啊，这各行各业都发展的很好啊，那国家自然就会富裕啊，充足了。柔远人则四方归之，啊，能够抚慰远方的人民啊，这刚好有机会了，都尽心尽力帮忙远方的人民，啊，则四方之人呢、啊，受到恩惠，自然。 归附顺从，这道之所在啊，天下归之啊！啊，当时候大顺在的地方啊，只要知道大顺住在那里，一年成了个聚落了，二年成了一个县，三年成了一个都市了，大家都愿意啊，跟他住在一起。 啊，佩服他的德行啊，愿意跟随他。包含孔子当时候啊，在鲁国为官呢，哦，那很多这些大大夫啊，都被孔子的德行感召带动，哦，然后附近的国家诸侯啊，哦，都来向鲁国学习了。 哦，那很多其他国家的人民啊，都愿意依附到鲁国来了。哦，啊，接着最后呢，怀诸侯则天下未之。啊，安定照顾好各地的诸侯啊，则天下的人民啊，啊，非常臣服啊，敬敬畏臣服了。 那这都是做了这九个纲领之后呢，很好的结果啊。但是哀公接着问呢、啊，那具体这九条怎么落实，才能得到这些结果呢？啊，哀公接着问了之后啊，孔子说到了：斋庄慎服，非礼不动，所以修身也。啊，从这里呢看得出来。 古代啊，非常重视祭祀，因为啊，祭祀是不忘本啊。假如连祭祀都非常不在乎啊，都非常随便呢、啊，那这个修养一定是不断往后退了啊。所以当时候，孔子为什么离开鲁国其实啊，从这一句话就看出来了。 啊，当时候好女色了啊，都不上朝了，啊，就是后面讲的去禅怨色，见货而贵德。结果鲁国的国君呢，好色了，然后又喜欢送齐国送来的那些马，那些骏马，这就,就不能做到见货了吗？ 这贤人就留不住了，所以这个历史都是证明了。哦，那后来孔子离开鲁国，觉得在鲁国没有办法实行大道，就是因为他的国君呢、啊，连祭天这么重要的祭祀啊，都随随便便，他就觉得不成熟了，才才离开。也是等到最后的可能都破灭了，他才离开。 所以从斋庄中正啊，斋庄圣福，就是在祭祀当中啊，啊非常的庄重啊啊，都祭祀前呢都好几天啊都斋戒沐浴啊啊以至诚的心啊来祭天来祭祖。啊这是一个解法，啊另外一个解法呢。 啊，这个斋也有意思啊，是内心非常严肃沉静，啊，就内心严肃沉静啊，啊，圣服是外表齐整端庄，啊、哦，他呃穿得很慎重啊，不随便，恭敬他的臣子，恭敬他的人民，啊、哦，非礼不动。 不合理义的事情啊，绝对呀、啊，念头都没有，事情也不会去做。所以从这里我们看，一个人修身一定是先从守礼开始啊。这孔子说：“不学礼，无以立呀。”啊，这些生活的规矩都不能守啊。你说站有站相，坐有坐相啊，吃饭的时候都要有规矩。 他哎呀，那么麻烦干什么？他的心随时都在放逸当中啊，他身就修不成了。所以一定从这些生活的礼仪啊，开始一点一滴啊，去修正自己。而大家看呢，我们上一代的妇女啊，在家里都很端庄。 啊，印象当中啊，穿那个唐装哈、哦，那个纽扣都别在这里，有没有？哦，你一看那老太太穿的这么端庄，然后头发梳的很整整齐齐的，哦，对她都肃然起敬啊！大家想一想啊，这样的老太太在整个家族这么一坐，有没有力量？有啊，所有的女性都向她效法。 哦，所以我认识一个校长，他说他母亲在他的形象当中都是这么庄重，这么有气质。那这一点现在几个太几个当妈的人注意到了啊！哎、哦，在家里穿的很随便呢，哎，然后出去外面哈、哦、穿的很隆重，啊，很妖艳都有。 在家里穿的很随便，这个是有点颠倒了，啊，你穿穿穿在外面穿的这么漂亮哦，会招蜂引蝶呢。现在离婚率好高呢，哦，所以应该是出去穿简整齐简单一点，啊，回来斋装圣服，你的先生都对你肃然起敬。 就不会把你看作黄脸婆，是吧？而且你假如一个人，一个妈妈在家里穿得很随便，孩子每天看你穿那么随便，他怎么可能打从心里恭敬你？好，而父母如是哦，老师呢？你一个老师到学校去讲课，站上讲台，穿个拖鞋，穿个短裤。 你说孩子会很尊重你，丁哥很难呢、啊。所以人要衣装啊，佛要金装是很有道理的。啊、哦，季康子曾经问孔子说：“使民敬忠以劝，如之何？”啊、哦，让老百姓尊重我，对我效忠啊、哦，他们互相。 劝善归过啊？怎么做得到呢？啊，孔子回答他：，我感觉呀、啊，孔子在回答问题都直指人家的心地呀、啊，很有味道。啊，因为季康子这么一问，哎，老百姓怎么让他尊重我？怎么让他对我效忠？啊，怎么让他们劝善归过，社会风气良好？他的念头在哪？ 向外要求，孔子马上让他回光返照，啊，说“临之以庄则敬”。你面对臣民百姓都非常庄重，你自重而后人重，自爱而后仁爱。你穿的这么慎重，老百姓觉得你非常尊重重视他。栽庄，哎。 灵之以庄，则敬。你自然感得百姓的尊重嘛。孝慈则忠。你要教他们孝道，忠诚出于孝子之门啊，而且君人臣忠啊，你先仁慈的，老百姓自然效忠啊。都把根本的因，你要先自己去努力。 而不是求一个美好的结果，啊！举善而教不能，你能够把整个社会当中很好的榜榜样树立起来啊！举善，而对那些能力不足的人啊，人生遇到很多不幸的人，你都能教导他们，帮助他们，让他们能谋生。 你那个仁慈的榜样啊，老百姓看了佩服效法你啊！举善而交不能，则劝啊！这个举善啊，在中国大陆这几年呢啊，办了三届的道德模范啊，从零七年、零九年、一一年啊，我们印象很深的啊，最美的女儿。 孟佩杰啊，女士啊，她八岁啊就照顾她的养母咯，不是亲生的呢。啊，她这么样尽心尽力照顾啊，她的养母那时候一百四十多斤啊，等于七十几公斤啊，她一个这么小的孩子怎么照顾起来？不简单。我们看到她就觉得。 差太远了，不笑觉得很丢脸了。啊、哦，许月华女士十二岁双腿就截断了，最后照顾一百三十几个孤儿啊，都喊他妈。一般看起来他都要人家照顾的人，他居然三十多年照顾了这么多人，那种奉献精神呢，我们一看，那我们做的还差还，他还差得远。 看了就感动，感动会怎么样？祈取自己去效法，举善而教不能哦，所以您看哦，这些都是为政的关键哦。哦，所以这些圣人的教诲啊，那都是家庭、国家成败的根本所在啊。我们翻到一百页啊，教化当中就会举到。 啊，这一句教诲，啊，两百二十句，啊，您看，啊，在魏国的，啊，这一本啊历史当中有讲，显贤贤表德，圣王所重，举善而教，众礼所美，啊啊，显贤就尊贤呐、啊。 啊，表德表彰美德啊，是圣明的帝王啊所重视的。我们看冬则温，夏则静，汉朝的皇帝他就懂啊，啊，树立了皇乡这个榜样，天下人学习啊。包含二十四孝，很多主人翁啊，国家都表彰啊，最后还赋予他高官，因为他一定是好的大臣。 举善而教啊，就是《论语》这个典故了啊，提倡善行啊，表彰这些善事、善人、善事啊，然后对不懂的、不足的人啊，帮助他们、教化他们啊。现在很多啊国家呢啊，他都会有这个辅导人民啊就业。 这个很可贵呀、啊，哦，啊，让他们磨得一技之长，啊，他们的生活以后啊就有保障了，哦，你包含，呃，有一些老百姓啊，他被邪教所污染，他不懂啊，哎，国家用很大的心力啊、哦，用。 让他们了解什么叫正信的宗教，啊，教育他们，啊，这个都是很难得的，啊，得正的，啊，所以提倡孝行教化，也是孔子啊非常肯定啊称赞的，好，啊，所以这里讲到的斋庄慎福，非礼不动，啊，所以修身也。 包含清朝的皇帝啊，几点起床啊？他们的生活都很规律的啊，好像一年才放不到五天假。哎，好像是自己生日啊，然后还有春节啊，反正放不到五天假。请问大家，我们一年放几天假？ 哎，皇帝好不好做啊？哇，那早朝都很早了，他们三四点就要起床了啊！不是他当皇帝是这样，他从小读书就得这样啊！哦，所以他睡过头了，这个就是失礼了。他违反这些生活规律规矩了，那都都、就是失礼了啊！有一个天子做天子。 有一天睡晚了，都没上朝啊。他的皇后把自己的首饰啊都摘下来，然后啊，在站在一个地方啊忏悔，啊都是因为我不好，啊没很好的辅佐天子，啊他自己在那里忏悔啊。 哎，因为天子没上朝失礼了，啊，不恭敬群臣，不恭敬治理百姓的事情了。哎，但是这这一位王后不简单呢、啊，她不止没有指责天子啊，她反而觉得是自己没有护念好天子，啊，天子很感动啊，啊，他自己请罪啊。 要降罪于他，天子很感动啊，最后就改正自己的过失了。哦，这个故事很很给人启示，诸位女同胞啊、哦，回去可以试看看啊、哦，用看看。哎，这个历史当中这些都很好啊。我们往往啊，啊另一半有过失了啊，先骂再说了，有没有想到说啊？ 我假如有提醒了什么，有做了什么，可能他这个错误就不会出现了。哎，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啊，不容易啊。他应该落实在哪？落实在我们整个五轮的互动当中。不然，事实上，只要我们没有办法能守住这个态度啊，一定会。 情绪就上来，一定会互相指责，这样的情况就很难避免的。哦，所以道也者，不可虚礼也。啊、哦，不恒其德啊，祸成之修啊。啊、哦，不恒其德，夫妻可能就要吵架了。哦，接着呢，去禅远色，见货而贵德。 摒除这些谗言呢？啊，这个怨色啊，读远的时候是距离，读怨的时候呢是远离，啊，这个读法不同啊，意思不一样。啊，远离女色，轻财物，啊，轻物质的享受啊，而重道义啊，这个就是尊重贤人的做法，因为你这个。 不把这些进产业的人退掉啊，那闲人的话根本就进进不来了。而且这个院舍啊，在汉朝的时候啊，啊我们都很有印象啊。宋弘啊，这是东汉的一个贤臣，他有一天呢啊，跟汉光武帝啊在谈话，结果这个。 刚好啊，这宫廷里面换了几幅新的仕女图，哦，那些女子啊都画的很很美丽呀、啊。结果这个汉光武帝耶在边讲话哈，这个眼睛就嗯啊看到那个仕女图上面去了。啊，那请问大家，时时保持对人的恭敬容不容易？ 我们在听别人讲话呢，啊，被其他的东西就这个注意力就引过去了啊，对人就不恭敬了。或者边听，嗯，不是想到哪里去了、哎，所以无不敬也不容易落实哦，哦，哎，时时啊对人啊、哦、有这种敬意啊，专心听他讲，结果。 宋弘看到皇上这个眼睛啊飘来飘去的啊，然后他就很善巧的讲了一句话：“哎，孔子说啊，已矣夫啊，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。啊”圣人的话挺好用的。<laughs> 我没有见过好道德啊。 就像好女色那种这么积极啊！哦，这个汉光武帝一听啊，不好意思了，来人啊，撤掉。呵呵哦，哎、啊，这个光武帝接着说：“文艺则服，可乎？”这光武帝也不简单呢、啊，说我听到这么好的教诲啊，我马上去做，这样可合格吗？呵呵 这个文艺而服啊，就让我们想到孔子对学问的下的功夫啊，得之不修，学之不讲，文艺不能喜。你看文艺马上去做，不善不能改，是无优也。好，所以皇上自己讲啊，文艺折服啊，他马上就去做。 这样可以吧？相信呢、啊，宋弘看到皇上这个态度啊，一定是非常欢喜啊，因为这是百姓之福了，哦，社稷之福了。故事讲完了，哎，这个故事给我们启示，以后啊，我们亲戚朋友给我们讲的话很有道理，指出的问题很很对啊。 我们可能好，我改给你看。OK，<laughs> 这可恶<惡笑>哦，哎、欸，我们也能不能有这种气概，不糟蹋人家的劝告？真的哦，那决心会影响后面的结果。文艺则不服。那孔子说。 无莫如之何而也已矣，是吧？孔子说：“那我也拿这个人没有办法了。”哎，所以咬紧牙关干吧，冲吧，突破吧！啊，不然连孔子都叹息，帮不上忙了。啊，因为孔子讲过的啊，这个法语之言，能无从乎吗？这个从不就是？ 则福吗？啊，文艺则福啊，改之为贵啊！你听了人家这么苦口婆心的话，自己还是依然故我啊，那不是糟蹋他的劝呢、啊？以后人家也不劝了吗？好、哦，啊，这个是怨色的一个例子。好、啊，包含后面又发生另外一件事啊，宋红也是表演怨色啊，啊，皇上的。 姐姐啊，丈夫去世了啊，皇上想说，呃，让姐姐许配给宋弘嘛，探他的意事嘛，啊，结果宋弘讲了这一句千古名言啊，我们在前面一节仁义当中有啊，跟大家一起交流到的啊，贫贱之交不可忘，糟糠之妻不下堂。 见货而贵德，清这些财物物质。在战国时代啊，啊，齐宣王啊，齐国的国君，啊，有一天呢，遇到淳于髡啊，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臣子。那宣王就跟他讲了，啊，哎，你观察我哈，我喜好什么？ 来，你讲讲给我听，啊、哦，这些好的臣子哦，他抓住每一个机会啊、哦，跟君王互动啊，哦，这个淳于坤就说了，古古代的人呢、哦，有四个号，大王啊，你有三个号，古代号哪四个呢？号马。 啊，喜欢很好的马，就像现在的人喜欢好车啊，好马。第二个，好喂，喜欢吃啊，美食专家。哦，哎，哪里新开的什么不错的，哎，赶紧去吃啊。好色，啊，人的习性啊，食色、啊。 习性也、啊哦。第四呢，好贤德之人。啊、哦，大王，你只有好马、好位、好色。哎，这个宣王就说：“嗯，真的有贤德之人，我也会好啊。你怎么说我不好呢？”哎 <laughs>，接着这个大臣讲了。 他说：“国君啊，您注意去看哦，啊，古现在啊、哦、已经没有以前那那些骏马了。可是皇上啊，你会很认真主动的去找骏马，哦，所以你号马表现出来了。哦，那很多那些以前的美味啊，你可能没吃过。”啊。 可是，你只要知道什么美味的，你马上就交代要去做啦，你都很主动啊！啊，第三好色，你虽然没有以前的西施了，可是你常常都选美女啊。可是这个贤德之人，从没看到你主动要去拜访啊，要去请教啊！啊，真的出来了，你会很珍惜他们吗？我看也很难讲。 哦，你看这个观察这么入微，然后点的这么到位啊！好、哦，哦，所以这个见货呃贵德啊，在这个故事具体来讲，不要好马，不要好吃，不要好色，这些啊这些欲望能够淡，所以尊贤也啊，绝其能，重其禄。 同其好恶，所以笃亲亲也。这个绝其能呢？当然，这个官位啊也不能乱给啊，就根据才能授予爵位啊，增加他的俸禄啊，给予他工作上的肯定啊，生活上的照顾。同其好恶，理解他们的好恶。这个笃亲亲，笃就是加厚啊，加厚亲族之间的。 情感、情主之间的和睦，官圣任识，所以敬大臣也。这个“任识就是知人善任呢啊，派他到适当的位置，让他去发挥。那官圣就是赋予他高官啊，赋予他尊贵，就授予高官，委以重任啊，所以敬大臣也啊，这是礼敬大臣的具体做法。 啊，你让很有德德能的大臣闲在那里没事干，那他会觉得很不受尊重啊。他会觉得，那我不能白吃国家的俸禄啊，他可能就离开了。忠信重禄，所以劝世也啊，以真忠诚、信实啊来对待啊这些基层的干部。 然后重禄啊，也给予他们优厚的俸禄，照顾好他们的生活啊。像在台湾啊，教书也是公务员啊啊，也是领国家的俸禄。那假如老师的薪水太低呀、啊，他的心不安呢，他很难很好的照顾好。 孩子啊，学校的工作啊，因为他的心、家庭经济都有问题啊，心很难安定啊，所以台湾就特别、啊、重视这些老师啊，还有基层公务员的福利哦，让他们生活没有担忧，甚至于他们教育孩子啊，也都得到很好的照顾，他就安下心来做好他的工作啊，所以劝事业。 呃，受到照顾的基层公务员就很感动啊！哦，使死薄练，所以指百姓也啊。你真正爱护百姓啊，一定是设身处地为他想。所以死死，这个死，就是派老百姓啊做一些公务啊公家的事情。但是你不能在他耕作的时候啊啊，他在农耕，他在收成，你又调他去。 做这些公家的事情啊，他到时候收成不好了，他生活都堪忧了呢。啊，体恤老百姓，啊，所以农闲的时候啊，才派他们去做这些事情。啊，薄练就是减收赋税，啊，让他们啊不要有这么沉重的生活负担。啊，所以子，百姓也。 还是爱民如此的做法，啊，日省月考，啊，这个前面两个字是念“系领”，啊，趁势，啊，这个就“系领”其实就是给予他的酬劳啊。以前常常是用这些米粮来做单位啊，经常考察他们的工作啊，这来百工啊，啊，这些。 各种工匠啊，考察他们的工作哈有没有，呃认真啊服务好大众，啊，然后有时候呢给颁奖给他们啊，奖励他们啊，像很多国家他都会啊很多劳工模范啊榜样啊肯定他们啊的努力付出。 啊，这是招来各各行各业啊各种工匠的方法，送往迎来啊，家善而经不能，所以虽远人也。啊，这个送往迎来就款待来往的啊这些有缘的族群族群朋友啊，哪怕是不同国家、不同种族、不同宗教的。 啊，都很礼遇他们，款待他们。啊，加善而今不能，啊，讲立善行啊，而怜悯弱势的人，所以虽远人也啊，叫抚慰远方的人民。我们看范仲淹先生呢、啊，当时候他是带领守边疆啊。 啊，面对西夏的侵略，但是没有这个战事的时候啊，啊，对方西夏的老百姓呢，啊，到汉地来生活啊，他还是很爱护他们，啊，照顾他们，啊，所以后来范公去世的时候啊，西夏很多人呢、啊、都痛哭流涕。 啊、哦，他家善金不能呐、啊，照顾很多困难的人，哦、所以柔远人也。既绝世举废邦，朝聘已时，厚往而薄来，所以怀诸侯也。啊，延续断绝的世系，以前的人很注重慎终追远，啊，他这个世系啊，没有办法很好的承接下去。 啊，你去让他能延续呀、啊，他这整个家族的人民啊，都对你感恩戴德了。啊，以前的家族啊，少的话一两百啊，多的话有的五六百都有啊，七八百人，而且继绝嗣啊，这个一做了，那。 所有的天下的人看的都感佩呀、啊，天下都归心啊！啊，因为绝的东西，你再不把它延续下来就断了。呃、啊，这种说积阴德啊，让人家不能这个世系不断绝掉啊！啊，这么厚道呢，天下人佩服，而举废国、振兴这些衰亡的国家。 那这整个国家的老百姓都感你的德了，啊啊！举废邦，朝聘以时啊，厚往而薄来啊。这些诸侯来朝见天子的时候啊，天子啊很厚道啊，他们送的东西很少啊，他给的东西更多啊。而这个朝聘以时就是。 固定的时候啊，才让这个诸侯呢来朝见，啊，不会常常呢，啊，临时的啊就叫就命令这些事情啊，因为每一个诸侯他也有他整个国家要忙的事情，啊，能体恤他的情况，哦、啊，那其实用在现代。 啊，你一个大公司啊，跨国公司，它有很多分公司啊，哎，你也都要能体恤到所有分公司的领导者啊，啊，你也不能三天两头去干扰他的工作啊，啊，就像学校办学，在古代官员去巡视学校，都是有固定的时间的了，啊，不是突然来了，那学校课程就耽搁了，全部又要应付这些。 活动啊，检查什么的，哦，所以看古代这些做法，其实都很体恤当事人呢，体恤在位的人啊，所以怀诸侯也，在安抚诸侯，所以治天下国家有九经焉，其所以行之者一也。哦，我们掌握这个治理天下国家有这九条重要的纲领。 而事实上，这九条要真正落实，它最重要的关键就是真诚。这个“一”就是诚呢，诚心去做，去设想，这些都能很自然的做得出来。包含只要大臣劝劝你，跟这些方法一相应，你马上就愿意去做了。 那我们从这个酒的纲领来看，现在政治界啊出问题啊，都出在这里了。哦，你看贪钱的哦，或者是呃，色、哎、官过不了，啊、哦，所以在人生的旅途当中啊，啊、哦，有权利的人啊、哦，或者是。 这个有影响力的人，啊，好像我们在弘扬传统文化，哇，那也是会受到很多大众的一个支持、信任、赞叹哦。那也会遇到很多敬员哦，啊，会遇到名哦，会遇到利哦，会遇到高官。 高明厚利哦，还有也会遇到色官哦，啊、哦，这些境界都会出现的哦。那假如不能守得住啊，那不止不能利益啊，传统文化的事业会造成很大的副作用哦。哎呦，那个前几年前在讲课那个蔡某某啊。 哎，最近出事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啊、哦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哇！那这个真的啊，无言见祖先呐、啊，无言见哎，太多太多人了。哦，所以这个对我们的家业、我们的事业都是关键点。掌握这九个纲领，你今天办一个教育中心。 那需要多少义工啊？多少人的协助啊？你怎么照顾好大家？啊，感谢大家！哦，哎，来百公啊，柔远人啊。哦，哎，这么多不同的教育单位，大家互相切磋，互相帮助啊！怀诸侯也呀、啊！哎，有什么好的东西、好的资料，主动给他们送啊！ 啊，大家互相帮助啊！哦，也包含一个企很大的企业，一定要修身。领导人不修身，这企业迟早要倒。啊，尊贤啊、哦，他有没有一些智囊团，他的决策才能下得准呢、啊？哦，敬、啊、大臣啊、哦，他每一次一些重要的。 策略啊，听取这些大臣的汇报啊，进大臣啊。台湾有一个很大的企业啊，他的股功大臣跟了他几十年，啊，后来家里出的情况啊，家里人生了重病了、啊，他人都还在国外啊，这个董董事长马上啊,啊安排。 最快的飞机让他飞回来，然后他就先去照料这个大臣的家里的人。那这都敬大臣啊，爱大臣的具体做法。哦，难怪这个臣子跟他几十年了，不是偶然的。哦，啊，体群臣啊，现在很多企业家啊，像胡小玲董事长，他们都是轻财重义呀、啊。 啊，哎，提升员工的薪水啊，因为现在物价指数都比较高啊，让他们生活啊不要有担忧啊啊，那这指数名来百工，你一个企业体啊，你服务的这些消费者啊，你都要像家人一样爱他，就不会有这些黑心食品出来了。 那来百工，你一个企业体，他要把一个产品做出来，需要多少相关的企业来跟他配合？是不是？上游、下游什么这些都要配合好啊！你都要感他们的恩呢、啊，尊重他们呢、啊，哦，这个都能凝聚起力量，啊、哦，凝聚起啊一个善的力量，和谐的。 啊，一个团体好，哎，这个礼拜挺好啊，因为背这一段呢，就非常有成就感。好，<laughs> 我们再看一百六十一句啊，名为邦本，本固邦宁。人民啊，是国家的根本。 唯有根本稳固啊，国家才会安宁、稳固、邦宁。今天假如老百姓没饭吃了，这国家怎么可能会安定呢？今天假如老百姓都没工作做了，都游手好闲，这个国家就不可能会安定。啊，所以真正能把老百姓照顾好，这个国家才有可能会安定。 我们看一段呢，《韩诗外传》经文呢，可以感觉一下呢，这个“名为邦本，本固邦宁”。这个齐桓公啊，向管仲请教啊，一个国君呢，最要重视的是什么？啊，这个要打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啊。 齐桓公问于管仲曰：“王者何贵？”管仲回答：“最要重视的，就是天，贵天。”这么一讲啊，齐桓公抬头看看天，天空啊。管仲说：“所谓天，非苍莽之天也，啊，不是这个一望无际啊，啊，这个很蓝天啊。” 很宽广的这个天，王者以百姓为天啊！君王应该把百姓当作天啊！其实君王是代表上天，告诉照顾好老百姓的子民啊！哎哎，照顾好上天的子民啊！接着这一段就谈到了，百姓与之则安。 啊，百姓服从你的领导，这个国家就安定；辅之则强。老百姓更欢喜的要协助你，要帮助你，你这个国家一定富强起来呀、啊！百姓都主动的要建设这个国家，他才怎么有可能不强？那我们的团体，每一个人都主动的要建设好这个团体。 那这个团体一定会发展的越来越好，但愿意帮国家是果啊因呢？哦，所以孟子的话当中啊，都把很多道理阐述的非常透彻，而且都把根本找到。哦，你看孟子的话：“君之事臣如手足，则臣事君如复兴。 视为视老百姓为手足，视臣子为手足，是因啊。感的果是什么？则臣视君如父兴啊、哦。孟子说：“乐民之乐者，民亦乐其乐啊；忧民之忧者，民亦忧其忧啊。”你为老百姓辛劳担忧，付出很多，老百姓很感动啊。 他一定为整个国家而奋斗嘛？哦，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很好的企业家，他们的员工啊，都主动来看整个公司需要什么啊，像菲尼克斯啊，南京的公司啊，它也是很大的一个跨国公司。 啊，李部松总裁很爱护底下的人，结果他们的员工啊就很主动的设计了一个自动喷水系统，好，然后就帮公司啊这些庭园呢啊浇水，而且那个方法省了非常非常多水，都是主动去做的，好，那。 一个同仁这么做，两个同仁这么做，那整个团体啊，都会带动起，都为整个这个大家庭着想嘛。所以辅之则强，非之则危啊！百姓，假如这个非就是埋怨呢，那这个国家就危险了。非之则危啊，包含团体啊，也是要很警觉的。背之则亡，这个背啊，通背叛的背。 那就百姓都背叛了，那这个国家就要灭亡了。哦，所以《诗》曰：“啊，《诗经》里讲到的，明知无良，相怨一方。”就人民没有善良的德行啊，互相埋怨对方，啊，埋怨国君呐，埋怨他人。但是这个还是上面带的不好，上行下效的。 所以《孝经》里面，哎，这个《大学》里面讲：一家人一国兴仁，一家让一国兴让；一人贪利，一国作乱。你领导者贪利了，那整个国家就乱。好，所以民皆居一方而怨其上啊！老百姓都站在一方面啊，埋怨他的国君。 啊，不亡者谓之有也，啊，国家不灭亡啊，那是不可能的，没有过的事情了。所以接着又讲到啊，善欲者不忘其马，啊，善于御马的人呢，不会忘了他的马，甚至于啊，每天都要锻炼，啊，都要训练。善射者不忘其弓，啊，擅长。 射箭的人呢，不会忘记他的功。善为上者不忘其下，啊，善于做君主的人呢，不会忘记他的人民。啊，成爱而立之，啊，真诚的爱护，而且啊，帮他们谋利益。四海之内，和若一家，就天下的人像一家人呢。这个“和”就是。 聚在一起，啊，像一家一样。在江苏苏州啊，有一个公司啊，叫顾德，啊，他的员工有三千多人，也是一个很大的企业，一个大家庭。他们就是贯彻师长啊家文化，很用心啊照顾员工。三千多人呢、啊、不打卡。 啊，他们说哪有人回家了还打卡的？然后有一个同仁离职五年了，生病的消息传回来啊，全公司啊捐款照顾一个离职五年的员工，连离职的他们都还是把他当家人一样。哦，所以这一家公司啊做的很好啊，去参观过的公司超过一千家。 而且我看那个 IBM 啊，微软都去参加过了，很多大公司，所以一个企业做好了，全国的榜样哦，而有一个例子啊，他有有一个人呢、啊，帮他公司介绍了一百零六个人，而且那一百零六个人全部是他故乡的人。 说哦，这家公司很好，介绍故乡的人，介绍了一百零六个人来这家公司上班。爱人者，人恒爱之啊、哦！这感召力很强，而且这个这一个员工很可贵呢。他的故乡的人来了哦，都先在他们家住三天呢，他还要照顾呢。可是他很欢喜啊，因为同乡的人能有一个稳定。 的工作在这么好的公司上班，他觉得对得起这个故乡的这些友人呢、啊。好，好，所以这个尘爱而立之啊，四海之内和若一家了？好，不爱而立，你不爱护他，反而都是啊，在他身上要磨到你的利益了。最后，假如是这个态度啊。 连子或杀父了，连父子都要冲突了，何况天下乎？何况是人民对你了，你都整个都把他压榨的，他活不下去了，哦。那他们就很难不反叛了啊。所以诗曰：“明之无良，相怨一方。”啊，这个都是啊，老百姓会变成这样啊，还是领导者啊要反思。 好，那、啊、今天呢、啊，先跟大家啊交流到这里。好，啊，大家佳、啊、节愉快，好好，谢谢大家。嗯